为什么资本市场在短短的几年内会对车企的预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如果需要给出一个最简洁明了的答案，那么我会选两个关键词，就是新能源和自动驾驶。而如果在这两个关键词中只能留下一个，那我会留下自动驾驶。你是否相信啊，未来的汽车它没有方向盘，也没有油门和刹车，它就像是一个个移动的小旅馆，你只需要告诉它你想去哪儿，剩下的事情啊就完全不用你自己操心了。这就是自动驾驶的最高理想，业界呢就把这个理想称为五级自动驾驶。比五级低一点的四级自动驾驶呢，汽车虽然还保留着方向盘、油门、刹车，但是呢只是在少数情况下啊，司机才需要去干预，这个时候啊，驾驶员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监督员。那在第一个等级的三级自动驾驶，驾驶员依然是驾驶的主体，但是在少数情况下汽车可以交给 AI 相当于汽车的安全监督员。目前呢，最优秀的车企啊，已经可以做到三级自动驾驶了，市场上的车也在逐步的从 2.5 级向三级的升级过渡中，这是汽车发展的必然方向。跟不上自动驾驶发展节奏的车企必然会被市场无情的淘汰，这就是资本市场对未来的信念。也正是在这个信念的驱使下，短短的几年啊，车企的市值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过去啊，一辆汽车的心脏是发动机，而现在呢，新能源车的心脏则是一块智能芯片。这块智能芯片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这辆车的驾驶体验。在业界看来，自动驾驶分成两个流派，一个流派呢是以特斯拉为代表，他们相信啊，以光学图像识别为主啊，就足以完成五级自动驾驶了，从而可以将硬件的依赖降低到最少。他们的理由呢很简单，我们人类不就是这么干的吗？对吧？只要通过眼睛就够了。而以谷歌、百度为代表的另一个流派则认为啊，以激光雷达的测距数据为主的各种传感器的数据，那才是自动驾驶的核心，光学图像只是辅助。理由也很简单啊，如果我们人类能够生出像蝙蝠这样的能力，为什么我们不要呢？但不论是哪个流派， AI 面对的都是海量数据，并且要在毫秒级的时间内处理完毕，做出正确的判断，还得保证不多于百万分之一的出错率，这对于芯片设计以及程序设计啊，都是近乎残酷的要求。这只有高度专业化的芯片才能达成这个目的。